但最新一期拜标的美学，我是标的蛋蛋。今天呢，我们有这一台好料，这一台为什么叫好料呢？因为这一台是雅马哈最高的一个型号之一，这一个是叫做 U3， 但是它后面的 alphabet 是 H。OK， 看过我视频介绍的朋友，他们会知道，就是说 U3 它有分很多种，还有 U3 D E F G H M A。OK， 所以这一个属于是H， 不会太过 U， 也不会太过。就是说刚好它是已经要到尾声了，黑脚到 M 到 A 了嘛，所以这一台叫做 U3H 的 ，OK， 所以它的特征就是 U3 它的脚通常都是凸出来的，凸出来，华语不好啊，讲一讲，这个叫凸出来了 ，OK， 然后过后你可以看到整台是已经是做好的 condition， 然后做好的 condition， 然后过后我们看一下它的 action 了，所以可以看到里面的这 action 呢 ，U3H 为什么叫 U3H？ 因为它的 hammer 不一样。这个 U3H Hammer 它是使用 Purple Color 的 Felt 啦，很少会在 Yamaha 的高腕里面看到，通常我们都会看到红色的，好像 U1H 这些U1M 这些，他们用的颜色会不一样啦，所以这一个呢是 Purple Color， 你可以来看一下，这个里面的 Felt 是 Purple Color， 有点像 Ice Cream 的 Yam 的那种 Color， 你可以看这边 OK， 然后过后这边呢会清楚写着 U3H， 然后 serial number 在这边了 ，OK，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台琴的 action， 整个内部机构都非常的良好 ，OK， 非常的良好。经过翻新了过后，基本上这台琴可以再耐你一个20到30年 ，OK。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它的声音。